深新歌 Heart of Peace 是在上海墨音工作室完成的录制，录音棚工作路透照出炉。同时，周深在录音棚所穿的这件上衣所属的品牌是 Stephanie， 在某宝售价2250元，这难道不是新瓜吗？有很多声迷说非常喜欢看周深在录音棚工作的样子，小编只能挖矿了。这不，周深、胡彦斌、黄龄在录音棚工作的饭拍，大家之前看到过吗？只能说周深的矿藏资源深不可测啊，只要用心挖掘，就会惊喜不断。